微加书第七章，哀哉！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没有一挂可吃的。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，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。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猎取弟兄。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殉情面。审判官要贿赂，为份大的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联行恶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，却要起来。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直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，就被羞愧遮盖。我必亲眼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长垣必重修。到那日，你的境界必开展。当那日，人必从亚述、从埃及的城邑、从埃及到大河、从这海到那海、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这里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，用你的帐幕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。求你用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。他们必舔土如蛇，又如土中伏行的物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